今年的高考生，你要不要报考怪兽大学呢？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怪兽大学？我超爱麦克和苏利文这对活宝。今儿逛街，我居然发现了这套毛绒捏捏，挂书包上肯定超好看。端一盒，搏一搏隐藏蓝道，依旧啊，从重到轻给你们拆，重量总结在视频最后。最重的居然是它。不过这个阿奇出现在哪个位置啊？我怎么没什么印象？你还别说，是挺可爱的一只小怪兽。它这个毛摸上去特别软和，既然它叫捏捏，还挺搞笑。给你们仔细看一看，有点像鱼卵。它除了是捏捏，还是挂件儿，有两种挂钩。这只叫查查，我好像有点印象，是那只大螃蟹。那图片挺凶狠的哈，实物是个憨憨，毛还不一样，这只比刚才那个要短一些。让我看看是谁在说我憨憨啊！终于抽到麦克啦！不愧是主角啊，他居然拥有名牌儿！你看这俩就直接是 monster，不是主角都不配拥有姓名吗？哎呦，还是我们麦克可爱，他这个绿色也特别鲜亮，怎么连吐个泡泡都这么可爱呢？好耶，苏利文也来喽！苏利文也是拥有姓名的，捏一下，哇，好看哎！我仿佛看到了星辰大海。还剩两只，蓝道应该算轻的，我还有机会。哈哈，我对他印象特深，史乖宝。你们看，史乖宝也有名字，所以你俩要不要反思一下，为什么存在感这么低呀？哇塞，这只的手感好好啊！捏捏啊，是这种玫红色，它是因为嘴小嘛，所以它收回去的时候特别慢，就特逗。再看一遍，给 我能玩一下午。最后一只了，给我一个蓝道行不行？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我小时候看动画片都没注意，阿拱的英文名叫 Art，你看他这两个小手特别搞笑啊。捏捏，哦，这个紫色好亮，好好看。怪兽大学里，你最喜欢谁呢？